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。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这三章的经文呢，其实也是一个的段落，一个的单元。这个单元是谈到关于属灵恩赐的这个的事情。这可以在第十二章第一节给我们看到关于属灵恩赐，或者可以翻译成关于怎么样是一个属灵的人啊。保罗是在跟哥林多的信徒来去讨论这个课题。那我们看从这三章的经文当中呢，特别是从第十四章，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在恩赐方面的争论到底是什么。主要就是因为说方言的恩赐，那教会当中有一些的信徒呢，可能很推崇、很强调说方言的恩赐，认为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恩赐，因此呢，教会当中就因为这个议题、这个课题，就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意见，一直在教会当中有彼此争论的这个的事情。我想最大的那一个重点，大概是教会里头有一群的强调说这一个说方言恩赐的人呢，他们认为这种的恩赐是更高贵的，或者是更高人一等的这个的恩赐，因此鼓励教会当中的所有的信徒都要拥有这种恩赐，所以带来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争论。那保罗在第十二章就先帮助教会来去弄清楚那个的原则，这常常是保罗在处理事情的那个进路。在第十四章他有一些比较细节的教导，但是在十二章开始的时候，他先把那个原则，盼望能够在原则上把事情给弄得好。如果我们要简单第十二章其实不是很长啊，如果我们单单看第十二章，要在保罗的讲论当中找到一些的原则的话，我想大概可以简单的整合成三点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第一点就是在第四节里头讲的，恩赐有许多种，但是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。这是第一个原则。虽然恩赐有不同，有些人有说方言的恩赐，有些人有翻译方言的恩赐，有些人能够辨别助灵，有些人能够医病等等。那不同的恩赐，恩赐有很多种，但是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先要看重的不是这不同的恩赐之间的分别，更关键的是什么是共同点。对保罗来讲，共同点关键的共同点比这一些外在的不一样来得更加的重要哦。那个关键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对保罗来说，就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下的。这众多的恩赐不是来自不同的力量、不同的来源，这众多的恩赐都是同一位的圣灵所赐给信徒、所赐给教会的。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则。那我们会接下来问，那为什么圣灵会赐下这些的恩赐给教会呢？赐下这样多的恩赐给教会呢？第二个原则就是，圣灵所赐下的这一些的恩赐放在个人的身上、信徒的身上，是要使到众人得到益处。第七节，使人得到益处。这些的恩赐不是为了炫耀自己，这些的恩赐不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地位，这些的恩赐也不是显示出我们有多么的属灵。保罗在这边说，这些的恩赐最关键的一个的目的或者用意，就是要去使众人，这里可以翻译成使教会使上帝的教会、使耶稣基督的身体得到好处。不同的恩赐之间彼此的配搭的时候，就让教会得到好处。如果一个教会只有某一种的恩赐，那么他所得到属灵的祝福、属灵的好处呢，就不够全面。但是上帝赐下不同的圣灵，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呢，就让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一个属灵的祝福。这就来到第三点，第三个原则。那个原则是什么呢？这些的恩赐的赐下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，为了使人得到益处。而这些的恩赐的赐予，并不是要彼此的竞争，而是彼此的互补，互相的补足。有些人有这一种的恩赐，有些人有另外一种的恩赐，那这之间的恩赐是要彼此的补足，让
大家在当中能够得到好处，在让信徒、让教会整体能够得到好处。就像刚才我们所说，如果某一个教会只有某一种的恩赐，那他就算发挥得多好，那他还是众多恩赐当中的一部分。就好像一个的乐器始终是一个乐器，它就不是整支的交响乐。整支的交响乐所呈现出来的音乐的丰富性，肯定比单一的乐器来得更多元，来得更完满，来得更丰富。照样的，一个教会众多的肢体，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的时候，当大家聚在一起合一的侍奉，那它彰显出来的那一种的见证，它彰显出来的那种侍奉的果效，它彰显出来的那种侍奉的力量呢，就肯定远远大过某一个只有一种恩赐的那一个的情况。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工作。其实我们都发现到，正是当我们大家一起配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达成就的事情是远远超过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能够做的。在 MCO 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，教会常常从实体又转到线上啊，线上又再转回实体，在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的转折里头，我们就发现到我们需要人跟我们在一起的同工配搭。刚刚录制了一个的崇拜视频，我就发现到，哎，在崇拜当中，单单靠牧师一个人讲道，那个崇拜一定是失去很多精彩的地方，有音乐，有诗情，有这个协助我们做录制的工作，等等，讲台的设计，布景等等的配搭，那么这些的东西加起来呢，就显得丰富有余啊，就会丰富很多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子去看待恩赐。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一种的恩赐，那是他的美意。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，但是其实都出自于圣灵。然后，上帝要我们这一些的恩赐配搭在一起，互相的补足，到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目标，就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，叫教会或者叫众人在我们当中得到益处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把恩赐赐给我们的神，让我们能够借着恩赐彼此的祝福，也互相的配搭。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彰显你的爱，彰显合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